Hi. Morning. 早上好。I wake up like this. For sure. Hey, 朋友们，去夏威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穿这样。Are you ready? 但现实中呢，我穿这样。我穿这样。还有这样。哎呦，我的手都冻僵了。哎呀，我的妈呀，热死了，热死了。所以去大岛呢，你要穿这样，还要准备这样。因为大岛上户外运动非常多，你每天出门那些漂亮的小花裙子啊是用不上的，漂亮的小花裙带一两条绝对足够。这两双鞋是我每天都要穿的，比如说像去 Waipio 黑沙滩的时候，这双很实用，顺便带着这双就可以踩水。去 Mauna Kea 也要这双，保暖，朋友们，保暖。去绿沙滩呢就可以穿这双，好奇的小伙伴可以去我上一期夏威夷大岛的视频去一探究竟。 Might you do that? Oh yeah. Yay, we're here. 这个酒店是在 Kona 市中心的地方，非常的方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属于酒店自己的小海滩。 Nice view. 超级棒的酒店就是在这个位置，周边有很多餐厅、酒吧、超市等等。然后从酒店出来靠海边的那条路就叫 Alili Drive， 这条路呢就一直可以走到 Kona Farmers Market，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好吃的餐厅，比如说像 Island Lava Java 啦，还有 On the Rocks。之后呢我们又转移到另外一个酒店，就是 Sheraton Kona Resort， 离上一个酒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个酒店呢相对于上面一个酒店就比较安静一点，旁边没有那么多的餐厅还有酒吧，它是建在海边的火山岩上面的，然后还有一些悠闲散步看日落的地方，就是像度假村 Resort 那样的一个环境。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看魔鬼鱼的地方就在酒店的旁边，出门左转就到。你看那些蓝色的光就是吸引魔鬼鱼的光线，想看我去夜潜看魔鬼鱼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上一期的夏威夷视频。我们现在在跑来出车的地方，然后他说就后面的就让我们自己来选，你自己想选哪个选哪个，选完之后就开出去跟人说一下就行了。有点夸张撒，白色的，白色的 ，or black。我们的 G，G，G。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Some people get turned down when wondering what's going on. Well, some people have not acclimated to the altitude yet, so they turn around and then just go park. Okay. Some people have two-wheel drive cars. They're not allowed to drive up in two-wheel drive cars. No worries, yeah. Pets, you got a dog in the back seat. Sometimes.If the vehicle is muddy, even though it's a Jeep, we don't allow muddy vehicles. And, which is unfortunate because Jeeps, they're made to go in the mud, right? Yeah. But the mud brings seeds of invasive plants up here. So we're trying to keep all the invasive species down here. 来，让我坐下来给你们说。那设备方面呢，其中一个我带的就是这个索尼的 ZV-1。这个相机录日落日出这样定点的镜头是非常好的。哈啦，就是这个 GoPro， 它很防抖，而且很小巧，带起来很方便。如果你看到前面有什么东西，你想马上去录的话，你就很快这个可以把它翻过去，然后这样去录，你也不用去翻镜头，因为两面都有这个显示窗，都可以看到，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喜欢用这个的，我觉得去夏威夷大岛这趟旅程中，80%的时间我用的都是这个。那我是配上就是这个手柄，这个是一个可以漂浮的手柄，你就不害怕你的 GoPro 会沉到海底，它就会浮上来，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很明亮的颜色，这个是防水的。我去夜潜看魔鬼鱼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一套，当然了，不
不可少的就是我的手机。当你所有的相机都快没有电的时候，手机就拿出来吧，因为手机在车上开着车也可以充电嘛。我刚想到另外一个小东西是我带去夏威夷的，跟你们分享一下，特别是喜欢喝热水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便携式的热水壶，而且非常小巧，非常方便，它还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小盒子，带起来也很方便，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把它这样抽起来，然后旁边的把手的话是这边，你可以去把它调出来，然后安上，然后这边有一个钩子，把它勾上去，这样就好啦。煮水的时候就按这个按钮就好。你们好奇的话，我可以把 link 放在下面。我们在夏威夷大岛有两天的安排非常满，有两天是晚上可能9-10点才回来，玩一天非常累就不想动了嘛，所以我们就在酒店去泡泡面吃。在你去泡泡面的时候，这个就用上了。它还有一个我刚刚忘说了，就是它下面你看它可以调适合国内用的和适合国外用的两个不同的这个瓦数。下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夏威夷大岛的话一定要记得去超市里面多购一些水果零食，还有像泡面这样的东西，以便不时之需。去夏威夷必备的是什么？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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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这个是我随便在超市找了一个，是那个 reef friendly 的，就是保护珊瑚的 SPF45。然后这个防晒霜香味很清爽，很容易就抹开了，它不会有那种留白的那种效果。防晒霜选择很多，那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购买就可以了，就是买那种可以保护珊瑚的就行。现在去夏威夷之前呢，还是需要去它的官方网站上去输入一下你的航班信息，然后选择它官方合作的 COVID 的测试点，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去找到。我们是去的 CBS 去测试的，它是1-3天左右出结果，我们的大概是2天左右才出的结果，所以小伙伴们注意算好时间。然后测试结果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在这里去上传你的测试结果的这个 PDF。在出行前的24小时，你会收到一个提醒，你去填一下它的一个健康调查问卷。填好这个问卷以后呢，就会生成一个 QR code， 可以把这个 QR code 截图，然后保存到手机里面。这个是在夏威夷落地的时候，机场的工作人员会去检查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有什么想问的给我留言，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一个赞，给我一点鼓励。什么？你只是喜欢我而已吗？那就只能 subscribe， 然后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这样我有更新的话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我们下期再见啦。